好的，谢谢刘斌。其实刘斌刚才给我们推荐这几部电视剧呢，我仔细的留意了一下，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别激动，别激动，怎么了？居然没有韩剧呢？对对对，而且怎么可以没有朴有天呢？对不对？对了。其实我觉得韩剧最近真的是很受大家风靡嘛，所以接下来一定要跟大家推荐一部韩剧，而且里边的这个主角也是非常的养眼，它叫做《邻家花美男》。哦，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嘛，对不对？对。而且我知道这部电视剧是根据人气很高的一个漫画叫《我每天都偷吃它》改编而成的，改编完之后呢，形成一个非常浪漫的轻喜剧的感觉了。对，而且你没有发现最近几年这个韩剧真的是很受大家的喜欢啊？没错，而且口碑也非常不错，像之前的这个《城市猎人》呐，还有《乌塔房》《王世子》等等都很受大家喜欢。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江小鱼老师。江老师你好，赶快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最近几年韩剧这么受我们中国观众的喜欢和追捧呢？我们的片子就是说无论是在题材上的这种没有任何的创新和大量的这种抄互相抄袭之外呢，那么在制作上呢也显得非常非常粗糙。而反观韩剧呢，他们整个从无论编剧演员还是导演，他们在处理一个题材的时候非常的细腻，非常有耐心的能够把一个故事往前走，而且人物呢演得也非常的到位，故事呢也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就他的价值观，在我们的大量的电视剧中我们看见都是一种尔虞我诈的勾心斗角黑暗的价值观，但是在韩剧中间我们的观众呢尤其之所以感到亲切，就在于在韩剧中间我们看见他们这种亲人之间的那种爱，以及他们对于这种啊彼此之间的那种正面的情感，让他们感到非常亲切非常的这个符合观众的那些普罗观众的一种主流的审美心理。好的，谢谢江老师。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在现在最火最火的一部韩国电视剧的名字，那就是想你是这个好像不是这部歌曲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对啊，不是我只是为了唱出那两个字，那就是想你。而且说到想你这部电视剧，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追这部剧，但我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名字还有点俗。哪里俗了啊？一讲到这个男主角的名字就不会死了，好不好？这个粉丝的份就出来了，是吧？你要想一下，朴有天在演男主角，怎么会俗？是这里我要好好的爆料一下，真的爆料，因为我有这个，我们是有加微信嘛。谢霜在自己的这朋友圈里面就发出了这个朴有天的照片，把朴有天放在当中，自己一圈把这个 PS 的照片放在。不是，是我在当中，朴有天在一圈。围着你转，对不对？但是不止我一个，好不好？我们所有这个要玩的好的女生都发了这样子的照片。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不是说大家迷这么一个人。而是说可能大家都会迷很多韩剧当中这样子有担当的男生。是，当然了，虽然这个小眼睛高鼻梁小脸是我的菜，不用放暴露我的菜。再说了，我觉得朴有天因为他之前是东方神起的成员，对，也会有部分的粉丝吸引过来，能歌善舞。对对对，所以接下来我们的专题就一起进入到这个朴有天从歌手到演员的华丽转身。朴有天来了，朴有天来了，朴有天来了。请问朴有天是哪位？你是活在古墓里的人吧？他是《成军馆绯闻》里的完美家郎李先俊，《再见雷普利小姐》里温和又有爱心的宋佑贤，《乌塔房王世子》里的最萌王世子，《想你》里身形帅气的刑警韩正宇，当下最最炙手可热的人气偶像明星朴有天师爷。真是怎么看怎么帅呀，那叫一个养眼，那叫一个迷人，那叫一个扣人心弦呢。欧巴快带我往里来吧，小编我一定会好好疼爱你的。话说这明明是从东方神起走出来的全能型唱跳歌手，怎么就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偶像剧帝王了呢？一，因为他很帅。当当当当，来跟我小编一起看看这张无可挑剔的俏脸蛋儿，这可是据说可以横放火柴棒的纯天然俏睫毛，一字锁骨，直角宽肩啊，实在是很想靠上去呢。再看看这眼神，太不让人淡定了，还真不是小编花痴，整形外科专家都说了呢，2010年最美的男子就是有天同学。1米8的身高，8.5头身的完美比例，这身材必然是把普通模特甩出好几条街呀。不要以为男神就是高高在上，有天同学可是没有任何距离感的哦，各种搞怪夸张的表情就是个邻家大男孩。撒娇卖萌时嘟起那丰满性感的嘴唇，还可以再可爱一点吗？
二，因为他很会演。这提到韩剧的剧情啊，一个字儿虐，两个字儿很虐，三个字儿非常虐。如此虐心的剧情，一看就知道肯定是哭到天荒地老的。不过这哭也是技术活啊，人家可不是容嬷嬷扎针紫薇嚎哭，恶血一挥便一瓶流泪，美男的眼泪当然是得美美的流淌的。据说这次新戏平均一集要哭5次啊！我说导演欧巴，你是故意在整我们家有天吗？还好我们有天没有再怕，这哭戏可是从不 NG 的哦，演技爆好的有没有？这哭戏之后总得来点喜剧吧？啊，这不，朴大米在 KTV 里一通乱嚎啊，不仅走调还破音，哇，真是颠覆形象挑战自我呀！这画面太有冲击力了，会哭会笑会耍宝，偶像歌手转为演员最成功的第一名，啊，没跑的啦！拿奖拿到手软，活脱脱一匹演艺家。迪士尼普利的庞俊熙呢？三，因为他很敬业。都说做演员和模特这行很坑爹，大夏天的裹棉袄，大雪天的还得穿裙子。这韩国的冬天有多冷？你看看主演。